普通的 VGA 线电脑连接电视经常会遇到诸如重影、水波纹、黑屏、色彩失真等等的问题，实在是影响视听和心情。如果你也正因此而烦恼，只需要配置一条帝特超薄 VGA 高清线就可以解决问题，适用于电脑、大屏电视、投影机等设备使用。帝特超薄3+6 VGA 高清线分辨率达 1080p，高强传导性结合超强屏蔽抗干扰，让画质逼真，完美无损。线材长度有1.5米到20米，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。镀金接口，抗氧化，不生锈，传输性佳，有效减少衰减，增强信号。超薄线身设计，时尚美观，方便布线收纳。进口环保 PVC 外背，柔韧性好，超强抗拉，安全无异味，符合 ROHS 认证标准。握柄经人性化设计，防滑易插拨，外背采用铝箔及镀锡铜编织作为屏蔽层，三层屏蔽抗干扰，信号传输极其稳定。线芯采用3+6标准规格，真正9星线芯，让你看到我们的真心。帝特 VGA 高清传输线分辨率可达1920×1080，高清大屏显示，享受完美画质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体验帝特超薄 VGA 高清线的连接效果吧。把镀金头一端连接电脑 VGA 接口，另一端连接高清电视输入接口。连接好后，打开电脑和电视机，通过电脑连接电视的超大屏幕，网络上最新资讯与电影都可以用电视大屏播放，想看什么就选什么，尽情享受 1080p 超清体验，再也不用挤在小小的电脑屏幕前看电影啦。将 VGA 接口连接到电脑和显示器上，同时连接上电视机，点击鼠标右键，选择屏幕上相对应的菜单。一些电脑可直接通过右键设置选择扩展设置，出现重新配置，保留对话框，点击是设置就完成。在电脑中打开播放器，将播放器往电视方向拖去，移动到电视机屏幕上面，想看什么点什么。想用大屏体验游戏，只需打开游戏，将游戏窗口往电视机方向拖去，把鼠标移动至电视机屏幕，即可体验酷炫极致的超大屏幕游戏。此外，也可以边看电视边上网，将播放器拖到电视机屏幕，高清大屏播放电影，同时电脑显示器还可以做别的事情，一举两得。帝特电子专业生产研发电脑周边产品15年，优质的产品与专业的售后服务，为您提供最好的电脑周边产品。帝特电子，欢迎您的选购。